莱坞新人安娜25号出席活动，年后不但没变胖，看起来更是瘦身有成呐、啊。除了身材变好外，这过年的红包有没有收到手软呢？有，但是今年我有包给他们，我有包给我妈妈、爸爸，还有阿姨，还有阿嬷。而且我包给阿姨的时候，她就哭。还有对啊，我妈妈也哭了，他们都很感动，这样。看来我们阿妹真的是很有感呐、啊。不过年前才指出阿妹的妈妈爆出罹癌的消息，让阿妹担心不少。这年不知道过得怎么样，被问到这件事情，安娜表示：“但是其实还好，我们过年期间她也很好。”那他们有说年后可能要怎么做？应该还是会来看一下，就是健康检查。但对，因为我其实也不是知道一些详细的，他们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也说没事，其实没有那么严重这样。希望能早日康复。